师、诸位同修，请坐，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二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永存，皈依佛陀、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、利欲中尊，皈依神邪、诸众中尊。二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永存，皈依佛陀、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、利欲中尊，皈依神邪、诸众中尊。二舍利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师从今日乃至永存，皈依佛陀、两足中尊，皈依大摩、利欲中尊，皈依神邪、诸众中尊。请看大经课注第145页，145页第四行看起，第四行念祖乃居夫凡夫下凡谬蒙先死，以注解弘扬此经之大事相助，念老非常谦虚，非常可惜啊，自己称自己是凡夫，不但是凡夫，凡夫里面的下等，真的要像他这样说法，那佛法在大兴旺的时代啊，下等的凡夫都能住这部经住得这么好啊，我们一看见老人太客气了，也是教训我们，我们真的是下凡，不承认啊，要提高自己身份，他是真正佛菩萨再来的啊，自称下凡，我们在这一部注解里头，这个称呼很多遍的，不是一次，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们啊，我们继续看下去，与虽初发大心，但喜障生慧前，成此众命，世生惶惧。这个话是谦虚，也是真实，对我们这些人来说是谦虚，跟祖师大德比是真实啊，所信的呢，曾参先师讲习，亲闻此经全部，这部经夏莲公在世的时候曾经讲过一遍，念老从头到尾都听过，没有缺席啊，且语念在20多年，随时之中
是是是者，在老师的身边啊，时常听老师讲经说法，所以对于禅、静、密各种的玄奥，初晓先思，汇集大经之深显啊，慢慢的体会到了。老师莲公老人希望这部经能有一部详细的注解，这一桩事情就交给黄老去办了，也只有他一个人能办这一桩大事，其他的人不够格。啊，那么60年代，这是民国60年代初，曾经释写此经玄义的提纲一册，呈送给莲公大师看了。莲公大师同意，那么经过文革之后，文革化大革命那个时代，这份讲稿已经失传了，现在年逾古稀，复读书籍，愧深恩之未报，居无常之讲之。这两句话对中年人来说太重要了。啊，现在黄年老60多岁，快70岁了。年逾古稀，古稀是70岁，身体不好，晚年的时候，生活的辛苦，啊，这晚年期间，我跟他老人家遇到了，每一年。我会到北京去看他，啊，至少也有3-4次。受他的熏陶，听他的教诲，我始终把老人看作老师。李老师往生之后，能够教我的就只有他了。啊，第一句话，愧深恩之未报。老师的深恩，居士害怕无常之相知，寿命到了，于是愤老病之残身，即传灯之红事，以此神仙的供养三宝，
这就是拼着老命。怎么样痛苦要忍受，把这一部注解写成功，流传给后世。啊，所以是即传等至弘誓，他答应老师的，应当要做到。啊，用这个身心供养三宝，闭门谢客，全力助亲，即报先师，即设方三世，上师三宝与法界众生之深恩与晚矣。这就是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。下面第八段，本经之殊胜在于切理切机。这一段我们今天在此地跟同学们一起学习，比什么都重要。佛当年在世间住世，并不是很长，讲的经不少。为什么我们选这部经？为什么不选别的？就是在这一理由，就是这一句：本经的殊胜，其理。第一，把理讲透了。更难得的是奇迹，什么人都能修，而且都能成就。奇迹，84000法门。门门都需要断惑真正。惑是什么？烦恼。不说别的，就说五个字吧，佛常讲的贪嗔痴慢疑。我们有没有本事把这个烦恼断干净？让它不起作用。试了，试了几十年，没丢掉。境界现前，还是贪嗔痴慢疑。细心去反省，心生恐惧。恐惧什么？这一生不能脱离六道轮回。那换一句话说，我学佛是白学了。任何一个人的人生遇到佛法，
能够在这一生当中永远脱离六道轮回，这算成就。所以整个小国须陀洹也就不错了啊。那我们烦恼扶不住，起心动念，这里头还有贪嗔痴慢疑，还有妄想分别执着，这说明什么呢？来生还在六道，六道里头哪一道？恶鬼、畜生、地狱，人道难了，还能得人生吗？人生要具足三规、五戒、十善，我们有没有做到？啊，三规只是口里头念念而已。有没有回归？没有啊。无戒，杀盗淫妄酒，十善，再补充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两舌，不恶口，我们能做到吗？啊，最难的，不贪、不嗔、不痴，居住这个条件，在六道里头，升天道，欲界天。你就晓得多难了。所以佛说的经多，佛说的法门多，八万四千法门，我们都不相应，都不及格，我们来生到哪里去？肯定是到三恶道。这说实话了，不说假话。所以说真实，第一真实，没有比这更真实的了，就是这一部经，就是这一部注解。我们遇到了，遇到了不肯学，不能怪人，怪自己。啊，我遇到了不少大经大论，读了之后，感觉到我能读它，我能讲，我做不到。将来的前途恐怕还是三恶道，越想越害怕，到最后问自己怎么办？放下吧，只有放下。放下怎么办？一心念佛，求生净土。
就这一部经够了，不必再加一套了。这一部经，这一句佛号，只求这一句佛号26小时不中断，行住坐卧都不离阿弥陀佛，这叫念佛人恳切的愿望，求生净土。有这两个条件，真心切愿，真正相信经上讲的字字句句是实话，极乐世界的人不造业，极乐世界的人每一天听阿弥陀佛讲经说法，阿弥陀佛无论讲什么经都能帮助你提升，都能帮助你证无上道。到哪里去找这个环境啊？所以对于身体要学华念老，他住经分老病之时产生，即传灯之红事，他有大任务，我们没任务，但是老了有没有病？有病，眼睛花了是病，耳朵聋了是病，年轻的时候耳目聪明，现在不行了，要戴眼镜了，要用助听器了，这就是老病缠身了。时光不久了，无量寿不是真的，是恭维的话，客气的话。寿命到了怎么办？这是大事，这是我们这一次讲，再讲这部经，再学习，帮助我们彻底放下，一心念佛，求生净土就对了。你在这一生当中真的功德圆满啊，一定要记住《金刚经》上说的一句话：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不是真的，一切法从心想生，我们的心一天到晚胡思乱想，这个胡思乱想起作用了，什么作用？今天地球千变万化，
从心想生的，极乐世界的人没有心想，所以叫一真法界。我们这个世界哪个不是妄想分别之处，在这里头过日子苦不堪言，所以念老闭关住静，最后这一句即报先师即十方三世上师三宝与法界众生深恩怨义，我们要记住，回向啊，回向给法界一切众生，而且每一天要记住，待十方三世一切众生。礼佛念佛求生净土，这就对了。我们来看底下第八段，本经之殊胜在于切理切机，这就是佛菩萨苦口婆心地劝导我们专修净土，学海贤老和尚就对了。海贤老和尚不认识字，一生没有念过一部经，也没有听过人讲一部经，师父传他就是一句南无阿弥陀佛，嘱咐他一直念下去。他了不起的地方就是听话真干老实啊，他具备这三个条件，一生成就了。112岁，欲知时至，到极乐世界去了。阿弥陀佛接他走。走的时候，112岁。他取得往生的资格，我们从他种种迹象里面能体会到啊，如果只求往生，我相信他在30岁就成功了，寿命延长到112，是阿弥陀佛不让他到极乐世界。阿弥陀佛交代他的任务，在娑婆世界做个好榜样，念佛往生的榜样。他做成功了，做得很圆满，我们跟他有特殊的缘分，虽没有亲眼所见，是亲耳所闻。从手机画面上看到了，
所以让我们认识本心的殊胜，切记切理切记，特别是切记万修万人学，一个都不会漏的啊，真的是了不起啊！我们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。啊，我们看这文字，我们把它看下去。离者，实即离体，一切真如实相。本经呢，住真实慧，开化显示真实之机，并应以真实之力，纯以真实。这几句话，本经的经文念老，特别念出来教给我们，我们继续往下看。又本经称为中本华严经，心中所全指一切事理，皆华严之事理无碍，事事无碍之一真法界。我年轻的时候，学华严，学了不少年。讲华严，大概讲了十分之一，我求悟了。遇到念老的时候，我求悟了，我把华严放弃了。为什么？太大了，不是一般人都能学的。我学华严，讲华严，华严不保证我往生，华严不能帮助我断烦恼，我的抄经路又何况这一部经叫中本华严，意思就是小华严经，虽然是小华严经，有大小，但是理事完全相同，理事无碍，事事无碍，一真法界。原来那就是极乐世界，那我们用这部经求生极乐世界，对了，一点都不错，所以放弃了华严，回过头来专念这一部经，专一这一部经，一句佛号念到底。一切放下，真的自在。方东美先生告诉我的，学佛是人生最高的享受，我体会到了。我对老师
无尽的感恩。啊，我相信我舍弃华严回来念佛了，老师要在面前的时候看到一定哈哈大笑，你的路走对了。我们看幕后这一句，一真法界，华严之密奥之离体，真在本心呢。我们真的得到了。我们看念老的书写，在146页第二行，本心之殊胜在于其理其机，理者实际理体真心自信本体啊，哲学里面讲的本体，一切真如实相，真实之本体，下面念老又告诉我们，其理者盖本心乃诸真实慧，开化显示真实之机，并会以真实之力，纯以真实。这几句话讲得太好了，切理助真实慧，这个真实慧是真，是实，圆满的智慧，奇妙的智慧，自性本具的智慧。大乘教里面所说的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就在这一句。什么人证得？化身菩萨证得。大乘经上佛说的，华严说的，地上菩萨，菩萨的果位51个阶级，是主，是心，是回向，是地，修道初地菩萨就住真实慧了，
不圆满，它有实体，实体上面去，往上去，有实一体，实一体叫等觉，再上去圆满了，成佛了，啊，那么算上来就十二体，十二是圆满。圆满的见性，没有局限的见性，真的见到了，变法界虚空界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全明白了。为什么？一切法不离自性。圆满证得自性，就见到自性圆满的体相作用。啊，所以开化显示真实世界，这就是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一切时间、空间，全明白了。啊，下面这一句，会以真实之力，纯以真实，真实的利益，这个利益是什么？证得圆满究竟的佛果，成佛了。啊，不是一般的佛。究竟圆满的佛果，这叫纯一真实。所以他用华严经作证，啊，本经称为中本华严经，经中所全的一切事理，就是华严的四理无碍，事事无碍，叫一真法界。事理无碍，实体；事事无碍，实用。从体起用，华严密奥之离体，离体好像哲学里面讲的本体啊，也就是说整个宇宙从哪里来的，怎么会有这回事情？研究这一门学问的，叫哲学里的本体。啊，本体能现象，整个宇宙、过去、未来、森罗万象。全都明白了，华严所讲的秘密，所讲的奥妙，啊，就是讲这个离体。所以方东美先生说得好，佛经他指的就是华严经，是哲学的里面的最高峰啊！
我虽然没有那么样的深入，我相信方老师的话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所以他晚年把时间精力都放在经典上，他到对华严真下了功夫，啊，非常可惜，学校没有开这个课程。如果开华严经的课程，他一定讲得非常好。所以，华严经讲的本体正在本经，华严经也因此而称本经为中本华严。中本，本子大小不同，华严经八十卷，分量大，本经一卷。里面的内容没有两样，完全相同，一个细数，一个是略数。细说的华严，说的简单一点，扼要一点，无量寿经。所以这个经其理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，依据的理体就是华严，就是无量寿经，源头找出来了。啊，下面我们再看七七这一段文更重要了。太重要了。基是什么意思？根基。我们是不是学华严的根基？是不是学法华的根基？是又怎么样？不是又怎么样？是，你会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那就是，不是的呢，虽然学了，学了些文字，没开悟，不但没有大彻大悟，连个大悟小悟都没有。啊，讲华严经只是依着文字，依着注解说说而已，不得受用啊。我们学佛最重要的是开悟，最重要的是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啊，我们看看念老在这里告诉我们，至于奇迹，更是本心之独胜，独一无二。那为什么以持名念佛三根普被凡圣全齐收，上上根全体成当，下下根一颗一智得度，
下肢无力手握，临终念佛，亦必随愿得生，横出三界，圆证四土，顿与观音实质并肩。可见此法究竟方便。善因群起，群是一个不漏啊，变法界虚空界，设法界里面的众生，只要具足信愿持名，没有一个不往生。往生到极乐世界，没有一个不成佛。妙啊，就妙在此地啊。我们看念老的解，上相普经中持名法门，普被三根，其受繁盛，上上根者正好全体成道，下下根者亦可依止得度。上普贤菩萨、文殊菩萨、法身大士，他们在华严会上发愿求生，这个文字在四十华严，下肢无力手握，临终念佛，亦必随愿得生。这12个字要特别注意，无力手握，临终念佛，随愿得生，这是给我们业障重的反复。唯一一生成就的保证书啊，能不能帮助人一生成就？那释迦牟尼佛49年所说一切经里头，只有这一部经，第一经，我们要相信啊，不要再让自己找麻烦。哪一部经有效？哪一部经能帮你的心定下来？哪一部经能帮助你放下万缘？一心专注，你就成功了。所以，横出三界，不是竖出，在我们人道那一边就是极乐世界，那一边就是莲池海会啊，所以横出啊，圆等是圆满四土，凡圣同居土，十宝庄严土，同时证得圆证，顿与
观音师之并现，观音师之是阿弥陀佛的助手啊，阿弥陀佛贴身的两位菩萨，大势至观世音。可见此法门之究竟方便，善因群起啊，究竟方便，意思就是没有比这个更方便的了，我们不能不知道。方便到究竟，我们遇到了为什么不要？我们有什么特别的能力靠自己往生？这部经典佛是告诉我们，完全依靠阿弥陀佛，求生净土。我回头了，给大家做个榜样，越简单越容易得力，学多了学复杂了，到临命终时哪个有效？到最后通通没有感应，都没有效。不是经典不灵，是我们的心太乱了，不知道抓哪个好。啊，佛在此地教我们，只抓住阿弥陀佛，其他的都不要了，就对了。啊，这是念老这一段开示里头最精要的地方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去学习到此地。